各位与会的那个特别来宾哈，还有我们的姐妹哈，大家好，欢迎我们的那个王路婚社张社长，还有我们的贵人国中静校长哈，还有我们的仁德国中的卓校长哈，还有我们的文化国小赖校长哈，还有归兰国小的李校长，还有我们美丽的议员哈，就是曾王雅云议员哈，欢迎大家哈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莅临哈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第17届的那个单亲妈妈自强活动的表扬哈，这17年了哈，我们是第18年到第17届哈，我们的单亲妈妈表扬活动哈，真的因为我们今年哈，往年都是办了很大型的那个活动啊，今年呢，因为我们的寒冬送暖而有600多位的那个贫困协同的那个活动哈，也谢谢我们的国中还有国小的校长还有主任们呢啊，从里面呢帮我们选出一些很优秀而且就是单亲的哈，所以我们从里面来筛选出很多的30位的亲贫，也在我们的12月份来哈，我们有举办那个活动哈，就是自身的奖学金啊，还有那个赈灾的时候呢，一些那个捐款呢，都通通用在这里面了哈。所以我们今年的母亲节活动呢，是有办的比较缩小一点，因为部分的金额呢，我们就是赞助在这些学童还有那个赈灾活动上面。虽然是很比较缩小，但是我们那个爱心不变啊。就是一个蛮感恩蛮温馨的一个就是一个活动啊哈，也谢谢这些哈我们的单亲妈妈，因为这我们今年的活动呢，甄选出那个13位的我们的自强妈妈了哈，啊他们的背后呢都有一段那个故事哈，还有经历哈，比一般的我们的妇女啊，他们单亲妈妈啊身兼父职啊，在养育上呢哈，真的是很辛苦了哈。但是这些妈妈们都有着那个扎波浪的那个意志，油麻菜籽的那个精神哈。真的是，很困苦煎熬啊。好，所以值得我们协会呢，就是给予关怀与表扬，肯定与那个鼓励哈。让我们协会17年来了办那个之前我们妈妈的活动呢，都是在母亲节的前夕啊，就是献上无限的祝福呢哈，也鼓励所有的妈妈们呢哈，在不就是单亲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了哈，但是遇到任何的困难挫折啊，不要就是失败哈，要坚强的面对所有的困难难关哈，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养长大。好，将来呢为我们的社会有一所贡献哈，鼓励我们，也可以鼓励我们一般的人哈，有我们同样的遭遇的人哈，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这些自强妈妈呢一路顺遂哈，更在我们的母亲节的前夕呢，我们的姐妹们还有我们的妇女母亲节快乐，所有的妈妈们天天快乐，不是只有母亲节快乐而已，也祝福我们的长官还有我们的校长哈，我们的主任，大家哈，大家都天天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大家。